第22课，我跑不了那么远。课文剧情一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脸色不太好。我昨天夜里没睡好，今天有点头疼。你常常睡不好吗？是啊，有的时候在床上躺了一两个钟头还睡不着。我想是因为你白天念书太紧张了，再说你大概也不常运动。你现在到哪儿去？我要去运动场打网球，你去不去？我不能去，我明天要考试，还没准备好呢。我要去图书馆看书。打完了球再去吧。不行，我怕我念不完。那么后天星期六你有没有事？我们一块儿打打球怎么样？好，后天早上我去找你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脸色不太好。我昨天夜里没睡好，今天有一点头疼。你常常睡不好吗？是啊，有的时候在床上躺了一两个钟头还睡不着。我想是因为你白天念书太紧张了，再说你大概也不常运动。你现在到哪儿去？我要去运动场打网球，你去不去？我不能去，我明天要考试，还没准备好呢。我要去图书馆看书。打完了球再去吧。不行，我怕我念不完。那么后天星期六你有没有事？我们一块儿打打球怎么样？好，后天早上我去找你。课文剧情二。好热啊，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好啊，昨天下了一天的雨，没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。是啊，空气好像也特别干净。你的网球打得真不错，常练习吧。不常练习，大家功课都忙，总是找不着人跟我一块打。那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呢？冬天我每天慢跑或是打篮球，夏天就去游泳。慢跑是一种很好的运动。你每天跑多少公里？我每天差不多跑3公里。我有的时候也慢跑，可是我跑不了那么远。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去喝点什么？好，走吧。好热啊，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好啊，昨天下了一天的雨，没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。是啊，空气好像也特别干净。你的网球打得真不错，常练习吗？不常练习，大家功课都忙，总是找不着人跟我一块儿打。那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呢？冬天我每天慢跑或是打篮球，夏天就去游泳。慢跑是一种很好的运动，你每天跑多少公里？我每天差不多跑3公里。我有的时候也慢跑，可是我跑不了那么远。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去喝点什么？好，走吧。词汇用法练习。脸色，疼，躺。你脸色不好，不舒服吗？我有一点头疼，快躺下休息休息吧。白天紧张，你白天做事太忙太紧张了。再说空气干净
祸事。再说，路上汽车太多，空气也不干净，所以很容易觉得累或是头疼。运动，游泳，慢跑。你应该找时间多运动。游泳、慢跑都是很好的运动。练习。我喜欢游泳，可是游得不好，常练习就行了。玩。等一会儿，我看完了这本书，要去慢跑，你去不去？我头疼，你自己去吧。打球，篮球，网球。打球也是很好的运动，有的人喜欢打篮球，有的人喜欢打。语法要点。看得见，吃得饱，做得好。看不见，吃不饱，做不好。你做什么？我看不见呢。哦，我念给你听。English editorial law firm wanted or male or female with college with degree. Hire plus foreigner with work permit. 有的字我听不懂，我的英文不太好。对不起，等一会儿我再用中文告诉你。他那么胖，一定跑不快。要是他常运动、常练习，就会跑得快。妹妹背着要娃娃吗？妈妈，这个歌儿好难，我总是唱不好。常常练习就唱得好了。来，喝杯水吧。电视的声音太小了，我听不清楚。现在你听得清楚了吗？哈哈，可以了，我听得清楚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睡不着，今天晚上咖啡喝多了。你知道自己喝不了三杯咖啡，还要喝？好了好了，是我错了。你睡吧，我起来看点书。哎，大明，我走不动了，我们休息休息好吗？好啊，这么多东西，我也拿不动了。坐一会儿再走吧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脸色不太好。我昨天夜里没睡好，今天有一点头疼。你常常睡不好吗？是啊，有的时候在床上躺了一两个钟头还睡不着。我想是因为你白天念书太紧张了，再说你大概也不常运动。你现在到哪儿去？我要去运动场打网球，你去不去？我不能去，我明天要考试，还没准备好呢。我要去图书馆看书。打完了球再去吧。
不行，我怕我念不完。那么后天星期六你有没有事？我们一块儿打打球怎么样？好，后天早上我去找你。问答：喝了很多茶以后，你还睡得着吗？他为什么常常睡不好？他要去做什么？他今天为什么不能去打网球？你常常打网球吗？你都跟谁一块儿打网球呢？好热啊，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好啊，昨天下了一天的雨，没想到今天天气会这么好。是啊，空气好像也特别干净。你的网球打得真不错，常练习吗？不常练习，大家功课都忙，总是找不着人跟我一块儿打。那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呢？冬天我每天慢跑或是打篮球，夏天就去游泳。慢跑是一种很好的运动，你每天跑多少公里？我每天差不多跑3公里。我有的时候也慢跑，可是我跑不了那么远。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去喝点什么？好，走吧。问答：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？为什么他没想到今天的天气这么好？你慢跑，跑得了5公里吗？天气热了，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喝点什么？趣味汉字：雨。